嗨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呢就要去 Recce。Recce 是什么呢 ？Recce 其实这个词我新学来的。Recce。就从黄明志啊，最近不是在拍电影，然后他有做这些，他助理来拍他的 vlog。Recce 叫做去找location， and 我现在就去 Recce 找我的 location for my music video。So 现在我就带你们一起去吧。我是要开车，开车不能拍，就是只有一个人。OK， but 我到现场的时候就拍点视频给你们看啦。See you later， 拜拜。我其实刚搬新家不久，然后听说嘞，我的家附近有海边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来过。然后这一次嘞，我其实走了很多地方，然后都一到处当然都是住宅，因为就住在住宅区嘛，然后就没有漂亮的地方。今天对嘞，突然间给我想到，哎，我家附近好像有海边哦，然后可以来看一下。嘿，结果是怎样嘞？来让大家看。哇，好多鸟哦！这是什么 ？Seagulls， I think these are seagulls， 海鸥啊！哦，有人在喂他们吃东西，难怪，还丢面包给他吃。哇！我现在来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忘掉了。哦，我是来 Recce 的嘞。哇，好冷，好冷，好冷。穿一条短裤，就穿一条短裤这样出来，开玩笑。OK， 我觉得这个环境还不错哈。哇，不过我很冷哎，我受不了啊！要回家，要回家。OK， 我觉得这个可以用了，就在我家附近，就还有一个比较可以拿来拍 MV 的地方。要不然的话，我觉得要跑很远的地方。好冷，好冷。我上车才发现一件事情，我忘了戴口罩。幸亏这里没有警察，现在不戴口罩出门还是犯法的。OK，Anyway， 就这样了，我大功告成，我至少找到一个地方是能用的。OK 啦，就这样啦，我现在回家了，拜拜。It's Soonkie 郑琪琪，拜拜。哦，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哈。不要忘记订阅我 ，follow 我 ，like 我 ，tag 我的 video。OK， 我要出 video 了，哎，出 music video， 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音乐。OK， 拜拜。